2月14日讯，周笔畅和孙坚这看起来没什么交集的两位，最近却因为在《我是歌手2》中频繁的亲密互动，一度传出绯闻。在昨天歌手录制第七期的后台，孙坚单膝跪地，大胆送上玫瑰向周笔畅示爱。周笔畅不仅接受了玫瑰，两人还来了一个爱的拥抱。今天情人节凌晨，孙坚在微博发布了二人的合影，网友则做起了二人的红娘。